一个人也把不来给做么的鬼呢？妈妈莫给到罗让安别的，哎呀，该给拉娃娃了，姑娘，啥个个做么？该给人把不来呢？该给做么的鬼呢？是，来给姑娘带给姑娘给做么的鬼呢？是，该给拉罗个鬼呢？把他罗该鬼呢？给人鬼呢？姑娘马上该给拉娃娃了，姑娘，阿给做这困难的呢？姑娘给不完呢？该说国建书呀，拉巴鲁木鲁木鲁该说个古代姑娘的讲，阿巴拉根本呢阿苏拉万里呢？是来达罗不姑娘吗？他的古道丁丁丹西，给不如古来加个三人。佳琪，该结朋友吧，不来该怎么呢？也该给到罗的，哎，该拉娃娃了该，也该古来该个打起丁丁古来，啥个个怎么能个理呢？该到罗的拉也该，把该该给怎么该给拉拉娃娃了该，该该给说个古古来搞丁丁丹，古来个说的不等给不如古呢？该说国建书呢，马尔该给说国教书信，那呢这个这个古来打干点该给拉娃娃了古来怎么？那呢该古来打日本的古来马萨的古来，奥丁丁丹西给这光古打给不如啊？天都要进食的时候要注射。所以有侵入性的行为，所以我们一般的教职员是没有办法做侵入性的行为。过去因为我们是比较对这种的追踪的管理方式比较没有很多的经验，可是这几年当中我们知道说，透过学校校护，透过我们的基层的医疗的人员，还有家长还有小朋友一起来达到一个比较全面照顾的一个模式。卢新根该去国建署给他读建呢，该去2016把他该去2019年给他救杀呢，该七岁把他该去15岁给拉娃娃了该，你看搞5万多给他拉了过来，我祖母过来给我得个了妈奶奶，那你看搞打7000多给他拉娃娃了过来，该给不怎么该去阿娃娃联系，那过来希望路那个1000名给他帮了过来，也该过来打入啥过来给怎么些干嘛的过来，也该过来入路该去阿罗了。那他们呢？该说个过来给他说完呢，是过来的吉兰姑娘，阿妈你过来骂个精啊！我会入班教孩子，低血糖的症状。那我也请导师能派2个小天使，在他下课的时候能在旁边陪伴。万一遇到仔仔有低血糖的症状，可以赶快通知导师或者是护士姐姐。你这样的孩子，其实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照顾的责任，应该是大家都要共同面对。那从课程怎么活动？变成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系统，我想这是未来学校可以努力。该国建署哪一个？该一个帮一爸爸来给专门给拉娃娃了个？该个也该该给奥丁丁个当过来搞的对了嘛？拉过来读嘛，过来专门嘞拉娃娃该给个打起不乱。啊那多蛮些，把多来给拉娃娃了过来搞奥丁丁个当能够打干点，过打轻松。那你该过来打对了，该给拉娃娃了该给给弄么上？现在啥地方拉能过来搞？阿德拉当路个走，虽然。